有一天算一天。喂，老婆，你在哪儿？啊，在逛街呢，给你和女儿买点东西。辩论会现场来电话，请家长去观摩。我没有空，你去一下。哦，好，那我马上过来啊。宝贝，我临时有点急事，得先走一趟。不行，你说好陪我的就今天。别闹了，我下次补偿你啊，走了。